这个我都是他们俩的吧，哎，跟前有人打起来的，你看看没有？ 大家好，欢迎来到劲新闻频道，我是美玲。北京时间6月21号凌晨3点左右，成都地铁13号线在青羊区的一个在建点突然发生坍塌。从网传的影片和图片可以看到，马路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洞，马路下边都是空的，马路两边都是高层居民楼，而且坍塌地点离高层居民楼只有一米多远。一名在坍塌点附近的居民说，在21号凌晨4点左右，物业叫醒他自己和家人，叫这些附近的居民马上撤离，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经住入了酒店。有网友说，看着地面坍塌，周围的居民楼亦危险，亦有人感叹，如果我住在旁边的住户肯定吓死。还有人表示，在共匪国真是同定时炸弹为伴。成都轨道建设发消息说，是工地附近的两条自来水管自然爆管，从而导致锦里西路119号附近长约12米的路面坍塌。有网友反问说，爆个水管可以比地面炸个大坑咩？水管运输是炸药咩？亦有人注意到马路下边的情况，表示比薄脆仲薄，成都地下是不是比挖空了？还有人指出，那些亦讲明路面建设的时候偷工减料了，早就应该查下这些工程质量问题了，豆腐渣。下边这个视频显示的是2021年山东青岛的一处豆腐渣马路，只见一辆货车在倒车时，马路上的沥青竟然都黐在货车的轮胎上。如果你觉得这个是个别现象，接下来我们看看下边，这个是广东东莞一条马路突然裂出一个大洞，一辆货车正好陷在里边。2024年1月陕西西安的一处马路上出现坍塌，一辆汽车直接跌了下去，卡在路面。有人感叹说，这里直接是空的。哎呀，这三秒，刚三秒掉下去的一瞬间没有抓拍到，这太刺激了。2023年5月北京玉皇庄一处马路突然出现一个大坑，一个女仔骑住车冇注意就跌咗入坑里边，张牙都啃崩咗好多个，后来被路人救咗出嚟。这犊子你们，这大北京塌了，胳膊腿没事儿。这是北京岳各庄，岳各庄市场北门，对，岳各庄市场北门的路啊，这挺奇怪呀、啊。这洞啊，牙都磕掉了。牙都磕掉了吗？好多颗。骑到这儿是突然有的坑吗？还是有？来，这是什么？这是比较快，还没有来得及看到一个坑就已经掉下去了。看来中国的豆腐渣工程都蔓延到北京了。2024年5月，湖南安乡慈利高速公路77公里处双向路段出现裂缝，紧急关闭。
从图片中可以看到，该高速公路的沥青路面有多处裂缝，有些裂缝长度疑似超过一米。据悉，修建这条高速投资102.51亿元，正式通车还不到两年半。这个又是一起豆腐渣工程。尚德市交通运输局接线人员在证实该路段出现裂缝的事情，当被问到路面为什么出现裂缝，工作人员说落雨落得咁犀利，网友对此表示唔认同。有人话唔通要喺路上搭个雨棚，亦有人质问讲豆腐渣工程点样通过验收，仲有人表示每一个豆腐渣工程背后都有一帮贪污腐败分子。仲有更夸张嘅系，中国某地一辆货车喺路面上走下走下，突然路面就坍塌啦，大货车直接跌咗落去。如果说豆腐渣马路和高速叫人触目惊心，这样中国的豆腐渣桥梁同样叫人心惊。2023年8月， X 平台账号老司机发文讲，基建强国高科技豆腐渣桥，桥墩只是这样，叫你们看看还可以维持几耐。下边的视频显示某地一处河面大桥的桥墩被滚滚的洪水冲到同桥体分离，有些桥墩都被冲走了。看下跑了，桥墩都冲跑了。老司机继续发文说，河北保定北新庄大桥冧了，现代豆腐渣远不如古代石桥。中国的豆腐渣工程叫人大跌眼镜。网传影片显示2023年7月20号，中国某地一处室内工人正在吃饭，突然地面坍塌，吃饭的工人全部跌了下去，旁边的人协助将他们拉上来。影片字幕显示这餐饭吃到这个坑里边去了。看来工人食堂亦都偷工减料，玩笑归玩笑，但这个确实很危险。有网友讽刺说，为什么不见领导聚餐跌了落坑里边呢？这个话问得好，这个亦禁不住叫人联想到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后出现的场景。据中国媒体报道，汶川地震时大约有 21.6 万间房屋倒塌，包括至少6898间校舍，当地政府的大楼和办公室却安然无恙。这个讲明当地建的学校存在偷工减料的现象，而政府大楼和办公室则是正常建造，花钱用材料都到位了。2009年北京清华大学发布的汶川地震善款流向报告指，截至到2008年11月中国向汶川灾区捐款总额达652亿元人民币，这个还包括全球华人的爱心捐赠。几年后中国媒体陆续报道说，这些捐给汶川的巨额善款被贪污、被违规滥用以及被不透明使用。2013年四川省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中显示，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中共计查办涉灾职务犯罪有343人。2010年中共审计署的报告指，有58.19亿的灾后重建款被违规使用。2024年6月21号广州天河区天府路的居民广昌楼外墙翻身的手脚架出现部分坍塌，导致6人受伤。从影片显示现场一片狼藉，有一个女子撕心裂肺大声喊，天啊，有没有砸到人啊，吓死了，真是有砸亲人啊，有人在这里惨叫，真是砸到人啊，哎呀天啊，快点来啊，抢救人啊，快点报警啊，里面好危险，那里跌了下来，有一个人受伤在这里大叫。2024年6月21号 X 平台网友 Daniel 发文讲，
这个大楼在风中摇摆，老铁们，你们敢不敢住？下边影片显示，武汉一栋高层居民楼在风中摇摇晃晃，看着十分危险。2023年18号晚11点半，深圳龙岗街百富兴大厦突然震动摇摆，并发生奇怪的声音，居民受惊吓，全部都逃离大楼。据网传现场影片和网友表述显示，深圳龙岗凌晨整栋楼房都在震动摇摆，楼房里面全部的人都落了泥，后来亦没见发布地震预警，到底什么回事呢？有网友说自己住在这个小区，半夜撤散时就在门前马路挖轻轨，挖到27米深，然后周围的地就塌了，楼房马路都裂开，专家正在评估房子。那蹦的啥爆炸的？亦有网友指出，这次事件和之前赛格大厦摇晃的事件很相似。深圳起了很多摩天大楼，地基很深，导致地下快被挖空。前几年华强北亦好像有大楼震动，还有人说公司附近在拆迁，我所在的公司大楼亦在震。2021年5月18号，深圳市福田区79层的赛格大厦突然出现强烈晃动，楼里边 1.5 万人担心大楼会冧，纷纷惊慌逃离。有人在社交媒体上披露，当时跑得连拖鞋都跌了。又晃了！为什么近年来中国的豆腐渣工程越来越多？因为在中共的统治下，中共各级官员的贪腐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行各业和各个阶层，正在疯狂吞噬住中国民众创造的财富。但这种腐败是一种无法根治的制度性腐败，虽然北京当局一直在叫反腐，但在中共的体制下，任何形式的反腐都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腐败，而这个过程中的豆腐渣工程亦在逐渐显现出来，危害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叫人怎样能够有安全感呢？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订阅、点赞并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次节目再见。